这是一把家用多功能的玻璃刀，手摇式钻孔，无需电动，它可以给瓷砖、玻璃、塑料、金属等等钻孔。这里呢是一个金刚石的玻璃刀，轻轻在玻璃上面一划，用手一掰就可以掰开。瓷砖也是一样，轻轻一划，找个东西给它垫一下，然后用手一按就可以掰开。这里呢还可以用来磨菜刀。